7:13:46，您在收听的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民国107年12月19号，星期三，时序来，今天十九号，今年的冬至是哪一天？今年冬至是2/21号嘛？对，2/21还是2/22号？2/22号，因为冬至有时候会在21，有时候22。总而言之，就是告诉你，冬至快要到了。冬至到时候干什么？吃汤圆。冬至到了之后，当然了，那反正台湾人很爱吃的，那什么东西呢？都找个理由呢，就开始进补。那我就提醒你，就是说冬至就在2-3天的时间。那冬至这天，除了假营养吃汤圆之外，那你要其实吃什么都适合啦，你要吃羊肉炉，吃当归鸭，吃火锅，这个季节反正只要是吃热乎乎的东西大概都很 happy。 好，那今天的天气大概会让你很有冬至的感觉，因为今天大概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那早上的低温，大概以我起床的时间来讲，大概就可以感受到，今天确实比较冷，比过去的任何一天呢都要来的冷。大概低温呢，我估计了，大概可能比11度都要低，我估计可能10度都有可能。好，那所以呢，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那做好保暖，因为日夜温差比较大，但是白天的天气呢又会回暖一些。好，所以呢，日夜温差高低温呢可能会相差到15度。那这种的比较大的温差的时候，我们表示呢，各种的感冒啊、流感啊等等啊，都容易呢出现。好，另外气象局在预报，就是说可能接下去还会有一波的冷空气，但是在一波的冷空气来了之后，我不知道气象局为什么会这么的有把握，就说可能今年就不会更冷了。真的吗？才12月而已，往年最冷多半都会落在1月份左右。好了，在不管怎么样，都冬至这天快要到的时候，表示像今天早上到了6点，那我估计大概到6:20左右呢，天才比较亮一点。但是这种的黑夜很长的时间，在冬至之后就慢慢的改变了。冬至那天就是北半球，我们生活的北半球黑夜最长的一天啊。那过了那天之后呢，慢慢的啊，黑夜就缩短了啊，白天呢就变长了，表示我们又开始往另外的一个半年呢开始呢迈进。那农历呢，新年呢也就呢离你越来越接近了。好，过了冬至之后，那在传统的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兵荒马乱的那一个月大概就快到了。过了接下去，你就要面对到耶诞节完了之后呢，就是跨年完了之后就准备农历年。好，那会是带着一点点的幸福感的忙乱。好，所以你就要开始准备。那礼拜三的时间长时间我把产业啦，把科技啦，这些的经济啦，等等的这些的议题，那都摆在星期三的时段。一方面让大家呢可以有更宽广的这些知识的吸收的背景，那同时也能够让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可能都在产业界服务，甚至有一些的老板们，像我昨天特别提到的。我再一次的感谢昨天宾士集团，那他们在偷偷的听飞碟早餐。我说偷偷听，就是说他听的时候他并没有跟我讲说他要做什么，但是昨天呢，宾士集团，台湾的宾士集团，他们捐了200万，那给桃园的兰迪育幼院，给兰迪育幼院，他们就指明就是说他们就把兰迪育幼院，他们觉得育幼院将来应该要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然后他们就偷偷的私访了兰迪育幼院，看看兰迪还缺什么，兰迪在干什么。看完了之后呢，感谢他们对飞碟早餐的信任。那他们看完兰迪之后，他们觉得他们确实可以为兰迪做些什么。他们就说兰迪将来的应该要有个很棒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就包在呢台湾宾士的身上。那昨天他们和台湾和兰迪呢就签约了。那昨天我们的鸡婆张琪呢就去当见证人，我没有去了，不过我请这个请我们的鸡婆张琪呢带我跟他们致谢。那也感谢许多长时间在飞碟早餐除了当听众，那是我最大的感谢。再来，那因为我们有参与一些，或者我表达一些对于一些公共服务的看法，那这些企业界的朋友们也都很踊跃的帮忙。之前只身上市的
科技大厂之声，那也捐了1000万给兰迪幼儿园。在当大家觉得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这些企业界们的表达其实对我来讲是特别感动的。当然也有很多的个人或者说中小企业，他们真的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甚至有这个开畜牧场的，在很远的屏东，那经常只要有经过的时候呢，带着这些呢畜产品啊、鸡蛋啊等等的，一箱一箱的就往兰迪送的，这些他们都不会特别跟我说，但是当我知道这些故事的时候，我除了感动之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那岁末寒冬，谢谢大家，做好保暖，希望呢每一天大家都非常的幸福。哎，今天礼拜三的时间，那坐在录音室里面，除了我之外，另外有一位老朋友，过去除了是台大社工系的教授，是，同时在曾经在内阁里面。哎，你当了1、2、3前后快4年吧，对不对？没有，2年10个月。哦，将近3年的这时间，嗯，啊，担任政务委员。是的，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你主要分配的那政委其实是都叫政委啦，但是政委其实是有业务和分工的啦。是按照部会的执掌，哪一些部会上来的业务到行政院的时候，是要先经过政委，先有的时候要协调。对。有的法案呢要审查，那政委经常就要扮演这个，就是说呢，把法案呢或者把这些政策弄得更精致，是那协调的更可行的角色，合理，对，合理可行。好，那您一直在就负责就是说社福的这一块。是，其实政委哈，是根据专业背景来指派任务的，所以每一个朝代都不一样，甚至换了政委工作也会调整。那我因为是社工社福的背景，所以那个时候是督导的是有5个不同的部会，甚至包括行政院的性平处。可是政委这个角色很有趣，就是当然你可以严格说起来，就像你刚刚说，就是审查法案了，但是你也可以有创新的机会，只要你资讯收集的清楚，然后研判了一下可行性，最主要是跟部会做了一些沟通，发现可以做的时候，其实政委也可以主动提出政策。那我就常常这么做，就跑去找院长说，哎，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好不好？通常院长会，只要你够 evidence base， 有告诉他说，这最主要要一定要告诉你的长官，这个他可能有的风险是什么，然后就给他一个挑战，你能不能担这个风险？好，他觉得可以的话，就卖出去了。好，那大家就可以开始做。我觉得政委是行政院里面非常有弹性，非常有趣的一个工作。当然，虽然他不是特定的部会的首长，他就叫做不管部部长，他叫他不管部会的部长。那在行政院的组织里面来讲，其实他的排名仅次于院长、副院长。和秘书长，秘书长在开行政院会的时候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再来就政委。政委之后是出席人，其他人都是列席人，对，包括部会首长是列席。之后的呢，才是各个部会。对，好，讲了半天之后呢，我仍然没有介绍来宾啊，来在我们聊开了，来在我们的现场呢，现在是呢台湾大学呢社工系的教授呢冯燕，冯教授，欢迎。香龙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啊。好，这个找冯燕来呢，因为这本书啦，这本书是翻译书，是，但是当我有看到你啦，看到包括这个陈亮公啊、嗯，然后这个的新北市的这个李奇宏啊，对李奇宏啊，等徐业良啊，对，然后都为他们写了序。是，那这个是一个我一直很想谈的，但是我觉得过去没有人提供我有系统的这些的背景，或者说有系统的研究。就是当一个高龄化社会到来的时候，在经济社会面讲，会产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这种巨大的改变是过去的人类的历史上面可能不曾经历过，也不太容易想象的。因为过去也会有老年，可是不会有那种就是说一起老的情况，整个社会一起老，这个是当代
特有的现象。嗯，那比如说在台湾我常常，因为我常常追踪引用的数字，你想我们最近这几年因为年金改革的问题，嗯，整个社会这么的动荡，这么的沸腾，嗯，变成对立，对，好可惜。对，但是年改的问题之所以会变成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它的本质其实本来并不是经济、嗯、本质呢就是高龄。嗯哼，就是当人越来越长寿，而孩子又越来越少，嗯，一方面活着的人越活越久，嗯，那但是生的越来越少，嗯，这两个问题就注定了年金的体制一定撑不下去，也不见得啦。嗯、老实说哈、嗯，其实你刚刚说是年老的问题哈、嗯，我的看法是因为当时我在行政院的时候也在谈年金这个制度哈、嗯嗯嗯，我们那个时候的主要的关怀是永续性，嗯、叫 sustainability， 嗯，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检讨是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哈、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以前我们预期大概活个80-90差不多了、嗯、哦，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嗯、即使平均年龄哈还是80几岁、嗯，可是很快在成长。是，那所以90岁之后怎么办呢、嗯？好，那如果个人能力或家庭能力不能负担的话、嗯，那政府一定要一肩担起、嗯。那政府可以加税吗、嗯？其实那个时候在马政府时代已经做了税改。嗯嗯，好，你看到现在都还受惠，现在柯市长其实是受惠于那个时候的税改、嗯，所以他可以还债。嗯嗯，对不对？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楚，因为税改它增加的是房屋税的部分，是，那就是一个勇敢的、嗯、财政部部长叫做张盛和的、嗯哦、他因为是基层出身、哎、我都忘了他，你知道吗？他非常可爱，他就是坚持，大家都说怎么可能，因为大家都在考虑选举，都非常的政治、嗯、张盛和那个时候被骂死，大家都说他很政策，他是个酷吏，是个税官，拜托，我觉得他真的是专业、嗯、而且他就是有道德勇气、嗯、觉得该做的事就做、嗯、那我觉得还好，那个时候就是有他这样的人来当财政部部长、嗯、就是比较政策、嗯、不那么政治、嗯、所以我们才硬推过，但我们也支持他硬推过了税改、嗯嗯、好，所以其实我们的税制原来是并不合理的、嗯、所以他那个税改我觉得是、嗯、你看我一个社工的人啊、嗯、照理说我们对于、嗯、你知道弱势哈、嗯、不是照理，我真的是、嗯、对弱势其实是非常理解的。好，那对于社会上的我们叫 discrepancy 哈、嗯、差异哈也是很在意的、嗯嗯。那我没有想到一个财政部部长也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嗯嗯、好，所以税改是成功的，而且是正确的。嗯，那个时候就说好可以税改、嗯，可是你要加营业税，像日本那样蹦5%变8%10%哈，在台湾就闹革命，因为需要立法院通过、嗯，因为那个不是行政院通过就行了，嗯、何止闹革命、嗯，根本就是不可能通过、嗯。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到年金制度的确是要改良改善，朝向永续性经营、嗯。那时候，好了，你讲也对，像想其实也跟年老有关、嗯，就是因为大家生命延长了，所以要用的久一点。嗯、那怎么样让他体质比较健康？嗯、那的确是关怀、啊。那有很多个方案、嗯，好，但是绝对没有想到用粗暴的手段，哈、嗯，来让一些社会上的、嗯、这个部分，哈，这个。这么的对立、嗯嗯、是绝对没有想到用这样子的手段来做、嗯、本来那时候税改是希望说能够对于一个高龄社会的到来能够做好准备，是能够对于就是说大家都更合理更公平，大家都会能够活得更老更久，高龄的人这件事情得到保护保障，就没想到反而受到伤害。保护保障其实也是公平的、嗯嗯、因为什么叫做高龄的人、嗯、他也年轻过、嗯、他也有生产力过、哎、他是纳税人、嗯嗯、对，好，所以当他纳了一辈子税之后、嗯嗯、好，那等到他没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嗯、那是不是应该他原来纳的税基要保护、嗯、这我们叫做代间、嗯、其实我觉得同代的、嗯、这也是一个同代的公平合理性、嗯、好，大家等于是自己赚自己的、嗯、好，为自己的老年、嗯、好存一点也是对的嘛、嗯嗯、对，我们民间有这样储蓄的心态、嗯、那政府应该有这样储蓄的心态、嗯、所以把它操弄变成、嗯、照顾老人，然后就是
侵犯，一个零和的观念，就是好像就是剥夺了年轻的世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没错，就变成这个时代的对立。对，这本书的一个观点也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嗯，哎，这是美国人做的耶，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人做的。没错，这是我为什么挑这本书的原因。那这本书，这是天下文化出版的这个的财经企管类的书，那 the longevity economy， 他们翻作荧光经济，就是长寿，翻得好啊，长寿经济了。长寿经济大家就会想到棺材呀、啊，对，或者说银发族经济，或者当一个高龄社会到来的时候，过去不曾产生的这种的需求，嗯，或者没有这么大量的需求，嗯，它出现了，嗯，那天下文化出这本书，我觉得等一下我要稍微做一点点补充哈。向龙，你记不记得他说的？你刚才是说新的哈，认为这个老年的需求是新的，没有出现过哈。其实他告诉我们说不是哎，一直在那里，但是我们没有 didn't bother to concern， 我们没有在乎他，没有去看。老年一直存在，但是我们一直虽然我们不像日本传统的游山解考，把老人背到山上去。或那个麻生说的要死死算了哈，我们虽然美国也没有，我们中国台湾都没有哈，我们的文化里没有这一块哈，但老实说老年这件事我们是把它隐藏起来的，所以他这个我觉得他们了不起，就是美国社会从来没有真正的老化到我们现在感受到哦，好，可是他们这些学术界人哈就这么的有眼见哈，然后告诉我们说，其实老年他们的人口、他们的需求，一直存在，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所以他的副标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一直是在被误解中。对，他会那样，就是说，当高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那台湾已经符合联合国的这个高龄化的社会，高龄社会，对，而且14啦，对，而且它将来会，未来大概15年左右，那个成长的比例会非常的，2025可能会变成高于20，像日本一样，对，会非常的惊人，就成长速度会非常非常快，是。那你想，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有超过20%的人是65岁以上的，嗯哼，你就无论如何，你就必须要重视他们的，不管是在我说的经济的，或者说在社会文化面向，还有政治，是未来他们的政治表达。现在的我注意到，像刚结束的9合1的选举，选举当中大家都讨好年轻人，好像还不太把老人当作，甚至要表现的把老人好像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估计了，再过个几年，这个味道会改变。老人会有一个更集体的一个世代的诉求，在政治上面的会表现出来。那个时候的政治人物，再过几年的政治人物，恐怕必须要认真想想看，老人在政治上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回应这些高龄者的需要。好，那这本书呢，《荧光经济》。那他在讲的55个案例，开拓银发产业新蓝海，这些呢先放着不谈，我们先不谈细节。但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作者实际上很好奇，我是看了书之后的，哦，原来 MIT 啊，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单位，是专门在为就是说呢高龄社会的这些你说老人经济学好了，在做准备，为什么？而且这个作者看起来他已经准备了非常久了。你看他这一个实验室已经成立了20几年，那个时候20年，现在又过了2年了嘛，哈，20几年，所以20几年前哈，你看就有一批人看见了未来。20几年前什么时候呢？就是从上一个世纪到这个世纪，好，所以有远见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他们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就在想，就有一批人。好，美国的人的学界哈，就在想说，哎，那下一个世纪，好，我们要面对什么样子的议题？他们通常叫 issue， 他们不叫 problem。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向的，好，就是有些什么议题，好，因为议题都是有两面，好，那尤其是像这个作者哈，叫我们翻译成柯佛林哈。
他其实是一个跨领域的人，嗯，好，他又有财经的背景，好，又有社会学的背景，好，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看他的著作就知道，当然不是他每一个字自己写，可是你就可以看见哈，他是多么擅长哈整理，嗯，好，把资料，其实美国人写了很多这种书，哈，就是把大笔的资料，我们现在说大数据，他们几十年前就知道如何把大量的资料整理成大家可以看读的有兴趣又读得懂的东西，像用故事，他这边告诉你一些案例一些故事，而且是用故事，真的是故事引人入胜。我拿这本书就一直看到实在太累了睡着，不是说因为他故障，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就是叫什么爱不忍视哈，一直会读下去哈，就有这一批人，上个世纪末就看到这个世纪哈，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全球的人口老化，是啊，其实从北欧开始，然后亚洲，其实美洲还没有，美洲跟非洲其实是年轻的，可他们已经看见了这个未来。第二件事情就是科技的发展，嗯，好，所以他就有这样动心起念，好，觉得应该就长寿这件事情，好，所以在本世纪初，大概2002年，好啊，到2012年那十年间呢，一直在辩证说长寿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诅咒？是，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哈，美国他们的精神哈是崇拜青春的，好，不说青春的肉体啊，美国人才强调这一类的事情呢哈。你看牙齿如果没有一个 big smile， 所以 big smile 就是说洁白而整齐的牙齿，好，所以家里如果有女孩子，她觉得我好累好贵，为什么要给她做那口牙就很贵呀哈？所以他们这样一个崇拜青春、崇拜成功的精神价值的一个民族哈，能够想到说，哎，那老人怎么办哈？那真的是很可贵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通常那个社会的老人隐藏的比我们的社会哈，东方社会哈，隐藏的多，所以我们每次国际社会的时候，国际会议的时候啊，去谈到我们这边像敬老尊贤这样子的理念哈，价值观啊，美国人都因为学者嘛，都有一点年纪了，都艳羡不已。好，我们带着学生或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参访，看我们的学生对老师这么好，好，那他们都艳羡不已。好，所以在那个社会哈，他们老人其实是更不受重视，是悲惨的，是孤寂的，是被遗弃的。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在那十年间，他们就在辩论说啊，那这样子日子要过吗？好，长寿变成拖长了你生病被遗弃自厌哈，然后羡慕。所以你记不记得那十年间就有那种电影《可控》啊什么？好，那逐渐就好莱坞哦，真的就是嗅觉特别敏锐。好，那就开始就演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回春哈，好做这样的梦。好，还有一个《Benjamin's Journey》哈，就是有没有可能一生出来是老年，然后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你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梦。好，那也是那段时间哈，这一个教授哈，他就说动了。其实你知道哈，美国的大学比我们台湾的大学哈，最让我们艳羡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经费哈来源很广哈，而且自由度比较高。好，所以我猜你可能要问我说，哎，那像这样研究、这样实验室在台湾有没有可能？我跟你说，不可能。目前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财会的制度哈，因为我们的奖赏的制度哈，并没有奖赏创新。好，我们只是奖赏创造文字。好，就是要写论文，好，而且要写英文的论文，好，并不奖赏你研究你自己社会问题。好，你想想看，我们台湾这样子的人口，我们写一个彻底的了解，花十年时间彻底了解台湾的问题，拿到国际杂志上，如果没有跟中国大陆的人口做比较的话，谁要登？没有错了，就是我觉得台湾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真的缺乏对自己社会的趋势性的议题，然后做趋势性的分析，是掌握预测，是以及提出对岸的建议，是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工作，不见得要由行政部门来做，因为行政部门有行政部门的局限。是那如果说学术圈子里面
它能够对应于像是我们的医疗体系倒是有的，医疗体系里面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像荣总的高龄医学中心，是台大有高龄医学中心，是他们在整合医疗上面来讲，他们是很早就意识到就高龄化社会当中老人的需求，没错，那老人的这种的综合的症状的需要，医疗的需要，是是，可是在行政部门以及在学术的研究部门来讲呢，这部分是没有的。那以前我们都比较重视谈人口红利，嗯，讲人口红利讲的就是这个社会越年轻越好，年轻越多越好，它动能越强。那有些国家的人口红利还很强，比如说我们的邻国像菲律宾。菲律宾的现在的平均的就是说呢，这个人口的年龄大概还不到20岁，还非常的年轻。印尼，对，所以他越来越对，就是这些相对落后的，他过去的就出生率很高的。嗯，我们现在叫新兴经济体，好不好？对，他们现在就在享受他的人口红利。美国既不老，但是因为他的移民很多，所以呢，他一直透过移民在补充他的这些呢劳动力的不足。可是终究像是亚洲，像是日本像是台湾，甚至未来越来越明显的中国大陆、韩国都一样，第一个寿命都很长，平均的余命大概都在80岁以上了。那同时出生率也都很低了，现在大概都是一个多。台湾就是一多一点点而已，日本现在还勉强能够摸到接近二。好，但是总而言之，就出生人口都很少，总体的社会人口在未来都会往下降。那人口越来越少，但是老人越来越多，这个社会怎么办？听起来好像呢都是个危机，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正向思考的，是这本书的重点。好，这是我要进到广告，坐到我旁边的冯燕，那台大社工系的教授，过去呢担任过政委员，长时间呢在属于社福啦啊社工的这块来讲呢，他在学界政界呢都有些投入。这本书《荧光经济》，那作者呢这个Coughlin 他的这个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年龄实验室啊的创办人跟主持人，那他也是这个美国老年社会行为科学会士，白宫的老年研究委员会的市场创新委员，还有美国国家科学院里面他有个科技跟适应性老化的指导委员。我光听到他这几个 title 我觉得哇 OK， 你看他们连白宫都有特别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子的组织单位。对，你看台湾一天到晚经费，对，台湾一天到晚都在成立这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但是你都没有营养，对，就那个委员会对社会无益。没错，我们很多的委员会呢，都是硬卯的，都是在敷衍大家对行政部门的压力。但是真的有趋势性的，像这种的议题的，反而没有人关心。你看到美国这个社会，他们准备非常久的。进广告，回头继续跟冯燕聊。7:43，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我们谈银发经济、荧光经济。那当高龄化的社会的到来，我们应该正向的去思考，而且对于一个高龄化社会当中的高龄者，他们本身的经济消费的需求跟模式，应该开始做一些精准的预判。是，这个是台湾社会大家有准备，不过也许大家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啊，看国外他们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就好了。好，那我们看到台湾该如何去准备这种高龄化社会，在这个荧光经济这本书里面，他透过这些案例去对未来的这些的就是荧光经济、银发经济的思考，他们看到了什么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好，我先回答看了什么我没有想到。其实我更想回应的是哈，我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好，就是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可以好好读一遍哈。但是还有一些哈，就是我们自己的特色是什么？他们看到什么我没有想到哈？第一个他们看到的是就是告诉我们哈，我说啊，对啊的事情是什么？就他其实哈，高龄的这一代的高龄人口哈，跟上一代高龄人口其实是不一样的人，好，所以他一直在谈是 baby boomers 就是这一代的高龄人口，战后婴儿潮哈，跟以前的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其实想要的哈，跟年轻人想要的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能力上的不同，他们也想要酷炫，好，也想要出风头，也想要舞台，也要舒适，好，那也要自己感觉良好，但只是因为这个老了，这个身体，这个 physically 就生理上哈，能力比较差一点哈，所以没有那么没有办法那么为自己争取。可他是
想要享受生命，可是他是想享受、嗯、追求幸福、哦嗯、其实他的动机、哦嗯、跟他的意图、哦嗯、跟年轻人是没有差别的、哦嗯、但是差别是在于他生理上的能力是比较差，可是经济能力是比较强的、嗯、是的，因为他努力了一辈子，嗯，好，所以这提醒我们，所以他才说这是一个蓝海市场哦、嗯、他其实这本书是老师说不是写给我们这些中高龄者看、嗯嗯、他是写给年轻人看的。是的，你要想想看你能够他不是从一个社福社工的角度，就是说不是他很商业的。是你他告诉你说将来你能够从老人身上赚到很多钱。对，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哎、嗯欸、你在那边哀怨吗？对的。哦，你觉得现在经济不好吗、嗯、哦，你觉得不可能啊、嗯、成功的事业都被人家做完吗、嗯、你错了、嗯、你别瞎了。对。哦，其实、嗯等等等等等，我告诉你，有50个例子，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没错，你只要对老人多体贴一点，你可以从他身上赚到很多钱的。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很有钱，是，对，是，就当然，中高龄者看了也是蛮愉快的哈。比方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哈，都在看这本书哈，去买知道这个哈，就买来看哈，觉得哎，对呀，对呀。然后我就说怎么样，买了要不要送人？他想要送儿子啊，送学生啊什么啊？以前我们常常开玩笑讲说，老子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哎呦，现在真的可以这样讲，老子有钱。就是相对于年长者，我之前倒是看到一篇这个美国的研究报告，那个研究报告很有意思，我忘了是 CNN 还是纽约时报做的，他就研究战后婴儿潮。嗯，他说这个战后婴儿潮的这个世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他是从一个角度切入的。嗯，他就看历任的美国总统。嗯。他说历任的美国总统大概每一个世代就每十年、嗯、大概都会出一个总统、嗯、就是有20年代出生的总统，30年代出生的总统，40年代出生的总统、嗯、50年代出生的总统，大概都会有。他说过去美国历史20世纪、嗯、可他说战后婴儿潮的那个世代、嗯、那十年、嗯、没有出总统、嗯、他就觉得、嗯、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嗯，但是然后他去研究这个时代，嗯，为什么？他就研究这个时代，但是他研究到后来，他其实并不是在谈着政治，他这个时代虽然他没有出总统，可他意外的发现就是说，这个时代可能是出了很多企业家，是美国人历史上面啊，嗯，最富裕的。生活的最好的时代，赚钱去了，对，跟韩国瑜一样，而且不要理政治，我来赚钱吧。而且他说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的中产阶级的比例超高，嗯，然后呢，对于就是说退休之后的准备超好，嗯，是美国历来的世代里面最好的，嗯，他说他们几乎呢不愁吃穿，而且在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到现在为止，他都还很强势嘛，嗯。可以说他们从他们出生之后的美国经济就是一路往上的，嗯，所以他们几乎不曾遭遇到经济上面的挫败，嗯，他们没有像是那种的上个世纪初的那种像是大萧条，他们都没有经历过，嗯，那战后顶多2次能源危机一两年就过去了，嗯，即使经过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也都是一两年就过去了，嗯，所以他们基本上面他们在财富准备各方面又长寿，嗯，所以他们是历史上面生活的最好的一代的美国人，嗯，所以现在的面对到的这种的高龄社会婴儿潮的时代，其实刚刚冯院长的那个很重要，嗯，你想到老人的时候呢，你现在应该思考的是说，哇，将来他们口袋里的钱可多了，嗯，而且愿意花，对，我要想想看怎么样投他们之所好，嗯，我要再讲一个，就是补充一下哈，嗯，我觉得在台湾哈，我们这个银发世代哈，跟美国有什么不同哈，嗯？我观察到最大的不同哈，就是愿意轻盈共创，嗯。嗯，在美国哈，一个世代一个世代哈，其实很有隔阂的，所以当他们出了一个什么高龄设计师什么哈，简直就是你看在那么几亿人口里面是一个大新闻，为什么？因为很少嘛哈。哎，欸，在台湾不一样哎，欸，我看到的台湾的高龄人口，我们就是60岁以上哈，就叫高龄嘛啊。高龄人口其实很愿意，让年轻人走在前面，很愿意帮年轻人哈出头哈。那这一代的，就是在台湾长大的这些 baby boomer， 跟你刚刚
描述的一模一样，贫困出身哈，那自己手足很多，可是没有生几个哈，那现在觉得有点惭愧哈，那所以呢，想好好的帮助下一代哈，甚至于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哈，像台湾这样会觉得我们这一代愧对于下一代，因为我们把他们的机会都剥夺。我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在台湾，我们这种时代充满罪恶感。怎么会被暗示我们是犯罪的一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哈？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说是好消息啦哈。所以其实政治上也是一样，就是说，哎，我们要让位，要让位，让年轻人出来哈。这个真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好，但是这对年轻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跟好机会，好，因为其实高龄者哈，对于高龄者的需求、高龄者的能力哈，是充分了解的。更棒的是，其实相当有创意，很有想法，但是他们现在愿意哈，愿意让年轻人来做。所以我看到好多哈，创投从美国回来，台湾自己本土这个发展出来的哈，有钱人哈，都愿意投资让年轻来做这些事情哈。那我觉得这是我看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高龄者的 behavior， 他们的表现，他其实也很辛苦的赚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继承的，大部分都是自己赚来的。可是他愿意跟下一代分享，而这个分享不像在美国分享的方式是用采购、用购买，好，纯经济性。可是，在台湾我看到是他们愿意投资。对，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冯燕啊。台大社工系的教授，过去呢曾经在江宜桦、在毛治国，然后在张善政三位院长的任内呢担任过呢政务委员。我常在有些场合当中，我会开玩笑讲说，我这个时代，我这个时代严格讲是没有什么遗产的时代，就上一代可以留给我们的其实非常少，我们手上有的大概都是我们这大半辈子跟着台湾的经济发展我们打拼出来的，我们得到的遗产很少，但是我们可以留给后代的东西可能是很多的，是，甚至下一个时代说我没有房子，你担心什么？你父母亲大概都会留房子给你，对，我们这时代哪有啊？对，进广告回头聊。好，今天的礼拜三的时间，当然当然不只接到这本书《荧光经济》，那是天价文化周出版。我觉得对于银发经济、银发的时代的到来，他做了非常系统性的研究跟趋势性的预判。那不管是在社会的、经济的或者政治的面向上面来讲，大概未来十年在台湾大概都会起很大的变化。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就是我们在讲到就是轻创的这些呢，这些轻创就是轻盈共创，轻盈如何。轻盈的这个创业，或者轻盈共居，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轻盈共居的这些提案，就是说青年人可以跟老年人一起做些什么，老年人也可以觉得有年轻人在旁边，他也觉得有点青春活力，而老年人可以提供你资源，可以让年轻人生活上面来讲呢不会觉得这么的困窘。还有什么该特别提醒的？提醒年轻人吗？要提醒年轻人的地方哈，就是要注意到哈，这个差异没有那么大，好，因为年轻人通常提到老人哈，都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气焰嘛，弄一个气焰。哎呀，真的耶，我不知道有没有气焰呐，总之是或者是害怕啦，好，对，气老嫌老啦，有一点啦哈。那我觉得要提醒年轻人是，提醒年轻人是说，你不要认为哈，这个老年是另外一种人，好，要将心比心啦，就是这样。其实你做对你做任何生意哈，你不是就要去了解你的消费者的心态吗？哈，你即使把老人当成消费者哈，你也应该要将心比心。那其实我也想对这个银发族哈，也有一些提醒哈，就是说也不要害怕年轻人。我觉得这两件。